可乐瓶子和盖子，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盖子，很坚硬，很普通的一个盖子，对吗？没有问题吧？还有确认一下这个瓶口，还有你可以把这个把它给放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瓶盖放到那个瓶子里面，放不进去，对吧？放不进去吧？对，因为它的瓶口就很坚硬，对吗？瓶盖也是很坚硬的，你可以再确认一下这个瓶口，确认它绝对是坚硬的，确实是坚硬的，很坚硬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换我来。自己看啊、哦，一、二，就放进去了。确认一下，它真的在里面了。为啥呢？因为是魔术。这是一个关于穿透的魔术。其实我要穿透进去的不单单是这个瓶盖，还有牌。接下来要用到纸牌，先确认一下纸牌。都是不一样的牌，对吗？嗯，都是不一样的牌。OK， 我需要你帮我从里面呢随便去拿一张牌，但那个牌不用给我看，就随便拿一张。好，你自己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记好这个牌了吗？随便的再放回里面。这次呢，我把你的牌穿透到这个瓶子里面。好，帮我拿着这个瓶子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。好，这样保持不动啊。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那个了，是的，什么？有看到吗？哪儿啊？哦，我说的不是那一张牌，是刚才你选的那张牌的信息。你记得你选了什么牌吗？啊、哦，是什么牌？要说出来吗？说出来吧，没关系。梅花八是吧、嗯？你看一下这个瓶盖，这个瓶盖上面呢是有英文字母的，对吗？但它的英文字母呢已经不再是可口可乐。而是 8 club 就是梅花吧。哇哦，没有错吧？8 club 没错。